公心啊，这边啊，是指后边，会当等要公心卖到最后，公心中华民国，是的，卖到甲咱中华民国啊，这拢无路用的新主牌啊，甲无路用的中国人直接咧糟蹋台湾啊，所以后边一定爱公心中华民国，爱结束中华民国。建立家己台湾独立共和国，台湾才有未来啦。啊，你陈水扁伊的书法有谁？即下我谈个新闻啦，也是陈水扁总统，伊无书法有谁？伊是建立无谁啦。第二，那其他是拢无规则，错误啊！你直接甲咱无甲咱说啦。蒋介石来，一个蒋介石是啥物事？竟然规则会当甲讲？伊是一个啊，世界政策啊，迄落规，甚物世界规定啊，民主的政策，啊，这边也无开始发力啦。对台湾各有建设，建设甲讲有罪，这就是媒体甲市民做错误的啊，一个迄落哦，这个讲甲市民错误的损失啦，哈、啊。感谢哈、啊。